四个座，四个座啊，老四来，老大来，啊，三个座，三个座，啊，小石榴座，小石榴，啊，啊，从小到大排好队，啊，立正，啊，今天要训你们，今天要军训，老四，老四过来了，四哥。坐好了啊，立正立正，不许动啊，欢迎大家伙啊，立正立正，立好正，立好正，立好正，老师啊，三位立正，小明立正，都给我立好正啊，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，立好正，老师你在那会儿立正跟我在跟在我这儿立正有啥区别啊，四哥啊，老四啊，你告诉我，你在那儿立正跟在我这儿立正有啥区别？估计有点发烧，估计有点发烧。谁呀？老四缺女朋友吗？老四太缺女朋友了啊！又迟到了，又迟播了。家人们点点小红心。哎呀，咱小温柔他们都没困呢，是不是？都没睡觉呢。清爽姐姐啊，欢迎大家伙啊，小温柔赢赢赢，在水一方木木啊，欢迎大家啊，我家的行不行，哎，什么呀啊，石榴的少女心家长，小石榴的少女家长，我家的行不行，你就给老师当媳妇啊，老四现在啊，兄弟们，我家老四啊，现在先考虑他的大房，兄弟们，先给俺家老四整一个童养媳妇儿啊！我想给小老四吧整一个，就是，就是一手的，兄弟们，给老四整个一手的啊！就是没，就是，没失过身的啊！老四喜欢这个，兄弟们啊！如果要是你们家的狗狗。如果要是当过妈妈了，那还是算了吧，兄弟们，还是算了吧。毕竟我四哥呀，还是一枚小伙，没生过，没生过呀。哎呀，没生过的话，我现在呀，兄弟们啊，现在我是怎么的说啊？给我四哥整一个，安排一个童养媳妇儿，从小养到大的啊，就是给俺家老四找一种那种青梅竹马的感觉，兄弟们啊，就像是。啊，俺家老四啊，哎，给他养，自己给自己养了个媳妇儿一样，兄弟们啊，给老四啊，啊，先不考虑别的啊，问题有问题问你，主播有问题问你，问呀，啊，问呀，大家问什么了？我的狗狗有点发烧，应该吃什么药？狗狗发烧的话啊，这个呀，我跟你说一下啊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兄弟们，说实话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是我知道狗狗发烧啊，你得给它进行那个物理降温啊，往那个脚心啊，给它整点水，整点酒精啊，然后呢，哎，肚子上啊，给它整点那个水，知道吧？让它物理降温啊。你要说要是打针的话啊，你最好还是去宠物医院吃，吃那个宠物专门那个药啊。吃宠物那个专门那个药，你要是给它吃人的东西的话，我怕适得其反呢，兄弟们，怕不好使啊，啊，给它打点打点针吧，啊，上宠物医院，啊，症状就是耳朵热和鼻头有点热，关键是这鼻子，湿不湿啊？你家狗的鼻子还湿不湿啊？啊，如果要是鼻子湿的话，啊，就证明没啥事儿；如果狗的鼻子特别干的话，啊。你还是带他去宠物医院吧，兄弟们，我说实话，我真是有点抱歉哦，解决不了。三个啊，我的意思是这样的，这样症状没啥大事儿，这样的症状没啥大事儿。其实狗狗鼻子干，证明狗狗生病了啊，证明狗狗生病了啊。狗狗如果发烧的话，有很多种原因。三个，有很多种原因导致狗狗发烧啊。
三个不许揍的啊。这 seven 吸完儿子开始怼啊，俺家 seven 就是怼完之后给个甜枣吃，你看啊，好了，三个过来，来给个巴掌，给个甜枣，打两巴掌给个甜枣吃啊。狗狗两天不吃饭了是什么病啊？狗狗两天不吃饭了，可能是绝食了，兄弟们啊，你家的狗可能有点挑食啊，它有可能不吃饭哦。谢谢大家，挑食了可能不吃饭。啊，或者是就是厌食了，不太愿意吃啊。狗狗都，如果你家狗狗是成年狗的话，兄弟们，成年狗啊，它不像跟小狗不一样啊，小狗是特别能吃，成年狗吧，它能差点，兄弟们，它能差点啊，不是那种特别能吃。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，沐浴露没有白毛的了吗？沐浴露的话有白毛的啊。有白毛的，你咨询一下客服，你买的时候沐浴露有白毛的啊，你问咱家客服，兄弟们啊，我把沐浴露链接给你改一下子啊，我把沐浴露链接给你改动一下子啊，沐浴露的链接啊，我现在把这个链接给你取消，你现在拍最后一个链接啊，沐浴露我现在给你挂，现在等会儿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兄弟们，别着急啊。行，你现在去拍最后一个链接就能买到咱家沐浴露白毛的了啊。狗狗一岁了，一天喂一次可以吗？狗狗一岁的话，就是我们家狗狗现在也是一天喂两顿啊，你可以给它少点喂，知道吗？一顿饭给他们少点喂啊，白天吃一顿，晚上吃一顿，或者白天少吃一点啊，都可以啊，一天喂一顿也是没毛病的啊。老大的女儿咋不见了？老大的女儿啊，老大女儿都去新家了，啊，俺家老大女儿都上新家了。seven， 狗粮没有了吗？狗粮有啊，狗粮在第三个链接呢，兄弟们，在第三个链接啊，149一袋，咱家狗粮啊，什么狗都能吃。狗狗长大了，女孩不做绝育可以吗？狗狗做不做绝育的话，取决于主人，兄弟们啊，你说这个绝育对狗狗好不好？啊，其实有好处，兄弟们啊，公狗的话啊，做绝育呢，啊，就是狗狗会老实一点，就会温顺一点啊。母狗给狗狗做绝育呢，啊，就是防止狗狗得那个子宫，蓄脓啊，可以减少狗狗的得病的几率，可以增加狗狗的寿命啊。从医院还是提倡做的啊。欢迎大家来到咱家直播间啊！欢迎大家，小迷糊没看出来，小迷糊没看出来，你小迷糊跟他姑姑可好了，小迷糊跟他姑姑可好了，啊，就愿意跟姑姑玩啊，姑姑长得白呀，小迷糊的姑姑长得白呀，啊，小迷糊的姑姑长得干净啊，啊，感谢咱们家雷小天啊，你看小迷糊给姑姑舔耳朵呢。啊，舔耳朵呢，给他姑姑清理耳朵呢，啊，姑姑埋汰了，是不是？小迷糊，姑姑埋汰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小迷糊，你干啥呢？你吃姑姑的耳朵呢？啊，老爷给你整点酒，给你整点酒啊，拿姑姑耳朵当下酒菜呢？你在这儿啊？那小迷糊的尾巴，小迷糊你摇尾巴，小迷糊你给大伙摇摇尾巴，小迷糊你给大伙摇摇你的尾巴来。摇摇尾巴来，我看看小迷糊来，小迷糊你摇一下子尾巴来，摇一下尾巴，小迷糊摇一下尾巴，摇一摇，小迷糊，你给他摇摇你的尾巴，可好玩的，小迷糊尾巴可好玩的，人家的尾巴是这样的摇，俺家小迷糊尾巴是这样摇，啊，这样的，啊，哎，这样的，别人尾巴都这样的吗？啊，这样式摇尾巴，小迷糊是这样的，哎呀呀呀，真好玩，啊，小迷糊也会搓澡了。哎呀，跟他爹啥学不会呀、啊？小迷糊跟他爸爸啥不会呀、啊？啊，大米没有了，兄弟们，啊，不是我不给大家伙挂，而是咱大米没有了，啊，这回真没有了，兄弟们，啊，嗯，啥时候有？嗯，得年底的时候有吧，兄弟们，年底的时候有，现在是没有了。小迷糊恨你呢。把尾巴给整没了，
恨谁呀？恨就怪他自己吧，恨就恨他自己，他选错了，他选一只泰迪当妈妈，兄弟们，你说尾巴能留住吗？啊，他要选择老大当妈妈的话，那尾巴不就留住了吗？对不对？兄弟们，你说我说对不对？小迷糊当初如果选择老大当妈妈的话，头胎到老大身上的话，小迷糊的尾巴现在是不是现在还有？但是他选错了，他选小石榴当妈妈，啊，尾巴指定是荡然无存呐！啊，三文，过来，来，三文，过来，三文来，过来，小迷糊干啥呢？没毛病。大家伙儿没点亮，咱们点点亮啊！沐浴露几瓶58，两瓶58啊！最后一个链接，两瓶58啊！嗯，哎，我小迷糊最近好像瘦了呢。小迷糊，老爷看看你最近好像瘦了呢。小迷糊，啊，小迷糊，小迷糊躺着，你躺着，小迷糊坐着，你躺着，小迷糊你躺下，你最近是不是瘦了，小迷糊？我看看你，小迷糊躺下，躺下，躺下。哎呀，小迷糊，你最近瘦了。你是不是想找对象啊？最近不好好吃饭了，小迷糊啊！你也想要对象啊，小迷糊？爸爸告诉你的，小迷糊，爸爸跟你说了吗？长大得找对象。爸爸也跟你说了，孩子，长大了听话啊，以后长大得找对象，可别像爸爸似的。啊，是你爸爸告诉你的吗，小迷糊？你也想找对象了？啊，不高兴了，找不到对象啊，小迷糊，你不高兴了，找不到对象啊，小迷糊，没事，俺这小迷糊长得最好看了，俺这小迷糊长得最好看了，小迷糊，小迷糊，老给你找个藏獒当媳妇儿，行不行？哎，小迷糊，老给你找个藏獒当媳妇儿吧，行不行？啊，不要啊，不要啊，那给你找个什么玩意儿当媳妇儿？小迷糊，小迷糊，你坐好了，小迷糊。小迷糊坐好了，坐，小迷糊，老爷给你找个泰迪当媳妇儿吧，行不行？小迷糊，找个泰迪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小迷糊瘦了，兄弟们，因为小迷糊瘦了。当时我们家老四想找媳妇儿的时候，老四也瘦了，小迷糊也瘦了。哎，你没发现小迷糊现在苗条了吗？兄弟，你看小迷糊身材多苗条，你瞅瞅，他肯定是想媳妇儿想疯了，兄弟们。他肯定想媳妇想疯了，啊！老四没法给他找啊！老四说：“我自己都自身难保，那还给你找媳妇儿？你别抢我媳妇儿，我就感谢谢天谢地了啊！”你说老四是不是这么想的，兄弟们？啊！小迷糊找不到媳妇儿，老四说了：“老子都找不着媳妇儿，你别指望我啊！你们不跟我抢媳妇儿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”我家拉拉也叫石榴，我家泰迪叫石榴。来，四哥，哎，给我四哥下一局令，给我四哥下一局令，老爷真能白活，那不得白活吗？四哥，哎呀，老四真帅呀，四哥真帅呀，真好玩。来，老四，四哥坐这儿来，四哥来，四哥坐这儿，老爷给你开个会。四哥，你坐这块了啊，老爷给你开个小会议啊，老四啊。做好了，好宝宝啊，老四啊，明天给小迷糊整个相亲记呀、啊，老四，给小迷糊整个相亲的呀，啊，给整个相亲节目啊，啊，儿子大了找媳妇儿，找完媳妇儿给老四养老，是不是？老四该抱孙子了，我的妈呀，兄弟们，老四都抱孙子了。这也太快了吧，啊！老四遗传了爸妈的优点，好样貌，那肯定的呀，啊！我们家老四啊，我们家老四啊，随爸爸随妈妈，性格随爸爸，兄弟们老稳重了，这孩子找不到媳妇儿白瞎了，兄弟们，老四我这样式都能找着媳妇儿，老四你找不着媳妇儿，老四。老四不可能找不着媳妇儿，不要埋汰我四哥了。正经儿子没有，啊，这老四的确是正经儿子没有，兄弟们啊，哎，现在目前为止，俺家老四的继承狗啊，就这么个玩意儿，兄弟们，他就是老，你说你长得跟骡子似的，小迷糊，
你瞅你长得跟骡子似的，你瞅瞅你这一出，哎呀我的妈呀，你说这儿子，他儿子像个骡子，哎呀我的妈，怪不得老四上火呢啊，怪不得老四哥上火呢啊，哎呀我的妈呀，行，坐下来，小明坐下来，坐好了，不听老爷白活了，小明还是嫡子。哎，小石榴，小石榴你来，小石榴你来，小石榴你过来，来小石榴，小迷糊，小迷老四啊，你同不同意给小迷糊找对象？同不同意？哎，我给小迷糊买一个红颜知己吧。哎呀，咱家缺很多很多的角色，兄弟们，老四在咱们家啊，缺一个媳妇儿，在咱们家缺一个媳妇儿。小迷糊缺一个红颜知己啊，你没有放老四出去哪里能找，闭着眼睛能找的，我四哥说实话兄弟们，那闭着眼睛能找的啊，闭着眼睛找呗，鼻子冒汗了，狗粮有吗？狗粮在第三个链接呢，兄弟们啊！狗粮在第三个链接，直接拍就行，149一袋，20斤啊！什么狗都能吃，兄弟们啊！咱那狗是全价粮，什么狗都可以吃啊！有需要的话，大家可以去直接拍啊！谢谢，谢谢所有的兄弟姐妹们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做游戏吧，做啥游戏呢？嗯，做啥游戏呢？你说，哎呀，咱这游戏都已经做遍了，兄弟们，啊，我跟你说，凡是兄弟们，凡是狗能做的游戏，我感觉兄弟们。啊、哦，咱们家都已经做遍了，啊，咱们玩猜零食的游戏吧，行不行？玩猜零食的游戏，啊，咱们谁都不问，兄弟们，谁都不问，咱就问老大，啊，还有俺家老四，行不行？就问老大和老四，啊，看看俺老大和老四的他俩的有多大的才艺，下象棋呀、啊，下象棋白费，兄弟们。他们谁也不会啊，下象棋的话得有我媳妇跟我一块直播才行，得跟我媳妇在一块才行。猜肉干啊，啊，真的吗？真猜肉干，来啊，拿肉干啊，这个游戏啊好长时间不玩了啊，我拿个肉干嗯，起来，你们起来，你们起来啊！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哎，我那个碗呢？专门给狗狗一块玩游戏那个碗呢？啊，专门跟你们几个一块玩游戏的那个碗呢？啊，我这碗怎么找不着了呢？想不想玩游戏了你们几个，嗯，你们几个想不想玩游戏了，把三文先关起来，三文太淘了，兄弟们，不是我不愿意带三文玩啊，因为那三文太淘了，他跟这对付知道吧，三文总愿意收拾他们啊，俺家三文好像是家里的王中王，盖中盖啊，俺家 Seven 在家里头啥话啥玩意儿都在俺家 Seven 说的算啊， Seven 在家里头必须得说话算数啊，老四他们也玩不好，所以我得把 Seven 关起来，兄弟们啊，怎么少个碗呢，少了个碗呢，那个碗呢，我想知道，
这么的吧，兄弟们，这么的啊，我玩一个简单一点的啊，玩一个简单一点的啊，看他们几个到底谁聪明，兄弟们啊，我拿一个透明的碗啊，再拿一个不透明的碗，兄弟们啊，一个透明的和一个不透明的，看他们几个谁能猜到啊。小迷糊和老小石榴，小迷糊小石榴进去，小迷糊和小石榴进，小迷糊进，你这游戏不适合你，快去，石榴石榴。石榴不会猜，小石榴不会猜啊，小迷糊应该会猜，兄弟们，小迷糊应该会啊。大家伙有需要宠物用品的啊，咱在下方小购物车，老铁们，营养膏19.9一支啊，卫士营养膏19.9一支啊，第四个链接啊，有需要的吧，大家伙可以去拍的啊，营养膏第四个链接啊，19.9一支。seven 从来不烦人， seven 是不烦人呢，但是 seven 吧，他愿意叫唤，知道不，兄弟们啊， seven 本身不烦人啊，我从来也没说过俺家 seven 烦人，只不过 seven 愿意叫唤，知道吗？啊，来，四哥最近不愿意啊，跟我四哥一块玩游戏，兄弟们啊，你们不嫌弃四哥吧，兄弟们啊，你们不会说我四哥笨吧？其实我不想带家老四玩，兄弟们，我不想带老四玩，我怕你们说老四笨啊，咱老四本身挺聪明的，结果越跟老四玩，大伙越嫌弃老四啊，这老四咋这么笨呢啊，兄弟们，我拿一个透明的啊，你们能不能看清，兄弟们，大伙能不能看清啊，看我四哥给你展示展示才艺啊。好，首先呢，我给我四哥拿一个牛肉粒儿啊，这不是牛肉粒，这是鸭肉粒，这鸭肉粒啊。啊，兄弟们，你们猜老四能不能猜着啊？老大，你先别动，老大，你先别猜啊！老四，看好了啊！我把这个零食放在这个碗里啊，然后能给它扣上啊！老四，你猜这个肉干跑哪儿去了？老四，在哪儿呢？摸摸，老四，摸在哪儿呢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四哥知道，哎呀，四哥，老爷子这么转，在哪儿呢？老四，你看兄弟们，老四聪不聪明？你就说老师聪不聪明吧，兄弟们啊，好了，兄弟们，老师既然猜着了啊，老师既然猜着了，这可不是，这个我可没玩赖，兄弟们啊，这个我可没玩赖，这是我们家老师啊凭本事猜到的啊，凭本事猜到的啊。老大，看老大，老大看好了吗？我往这里放肉干，老大啊，现在能看着，兄弟们啊，这是透明的啊，老大，肉干在哪儿呢？在哪儿，老大？肉干在哪儿？老大，老大，在哪里头呢？老大，哎，老四，你别吱声，他知道在这儿呢，露馅儿了。老大在哪个碗里？老大，猜，老大在哪里头呢？老大在哪里头啊？老大，你猜猜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老大你咋这样式的呢？老大呀，啊？在哪个碗里了？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在哪个碗里头？你摸一下子呀！我的妈呀，老四老大爷，你真没有老四聪明啊！兄弟们，你们看着了吗？啊，这老大真没有老四聪明啊！啊，这不这儿呢吗？在哪儿呢？老大在哪儿呢？老大在哪儿？在这儿呢，再转再转，在哪儿？在哪儿呢？老四啊，你别吱声。老四啊，你已经现在非常聪明了，四哥啊，你别吱声啊，让老大猜。老大在哪儿呢？老大，你都给老大愁的。老在哪儿呢？老大呀，哪个碗里头？你摸一下子，哪里？你能歇会儿不？老四，我就说你能歇会儿不？啊？你咋这么烦人呢？你发现你老师啊，
那会点功能，会点技术啥的，一天天天净显呗，是不是啊？老大，在哪管里头选一下，老大？哪？给你吃吧！我的妈呀！不，这孩子咋这么笨呢？我发现你老大呀！哎呀，服了，我服了。老四聪明，老四着急了，老四都着急了。你说你，哎，老四在哪管里头？在哪里？这个老四现在在哪管里头？不，大哥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老师，你是不是疯了啊？那怎么刚夸完你两句，你现在就啊泄听啊，老师啊啊！来了，好好考考你四哥啊，好好考考你。四哥看好了吗？肉干在哪里？自己猜。哎呀，这玩意儿笨还传染吗？我想知道。啊？笨需要传染吗？在哪里啊，老师？啊？哦，在这儿。那走，再问问你，在哪儿？那再问问你，在哪儿？再问问你，在哪儿？你再问问你，在哪儿？那不就完了吗，老师？那这不就完了吗？我发现你是故意的吧，你老师啊？离哪个近，四个指哪个？那你可错了啊！那你可错了，兄弟们啊！你再看好了，兄弟们，这回再看好了，看看四个到底是不是因为哪个近，他指哪个啊？看好了，我把肉干放在这里头，看好了啊！我离四个一样近啊！四个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四个？啊，在这儿看了吗？啊，好，四哥，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啊，四哥，在哪儿？啊，在这儿。好，四哥，不许动。在哪儿，老四？哎，在哪儿，四哥？你看看，兄弟们，你看他是哪个近？你看是吗？兄弟们，老四是哪个近？他指哪个吗？转两下就不知道了，是不是？来，四哥啊，看好了啊，看好了，肉干，转，在哪儿，四哥？好，看还知道吧？好，四哥来啊！哎，好，转，在哪儿，老师？在哪儿？你看，对老四来说，这玩意儿是小菜一碟呀，兄弟们。对我四哥来说，这玩意儿是小菜一碟呀。你整一样的碗试一试，整一样的碗，其实也知道吧，但是没有那么明显，兄弟们。啊。这是初步的，兄弟们，我跟老四玩这是初步的那个游戏啊，兄弟们啊，这是训练他找哪个碗，看到了，能看到这里有肉干，是不是？初步的，这是最开始的训练，兄弟们，你想培养一只狗，能让它成为聪明的狗，首先你得让它看着啊，兄弟们，慢慢的去引导，然后到最后的时候，你开始的时候这个杯子不是透明的吗？然后呢，慢慢你给它改成半透明的啊，再慢慢你给改成不透明的。啊、哦，再慢慢的，你给它改成那个词的，兄弟们，他就会了，知道吗？就这么简单，兄弟们，狗啊，兄弟们，训狗就是有耐心才行，一点一点训啊，让他一点一点会啊，他能学着知识啊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你说你拿一样的碗儿啊，他知道你让他选碗的还是选吃的呀？啊，你拿一样的碗，老四没准他脑瓜里寻思呢，在找茬呢，这是。这老爷让我找茬呢吗？这是，啊，老四在那瞅了，
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两个碗一样的呀，老爷，我该选哪个呀？对吧？他不知道选哪个啊，你让他慢慢来，他就会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个碗不一样，选这个碗吧。时间长了就知道，哎呀，这不是澡堂，这里头有东西呀、啊，这是啊啊！慢慢我一瞅，哎妈，在这里头呢。哎，慢慢他就会了，兄弟们。啊，必须给老师奖励，四哥来。怎么老大吃了呢？怎么还啊？我给我四哥一个奖励，怎么老大吃了呢？来，你看，你这家伙，这哪能行啊？这不行啊！来，四哥来，四哥来啊！你看，老大，你猜对了吗？老大，你就吃啊啊！接着，老大，老四。好了啊，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，兄弟们啊，那给大家伙儿，兄弟们啊，咱看归看啊，玩归玩啊，兄弟们啊，你们又想买那个牛肉粒儿的啊，你们可以拍第十七个链接，19.9，兄弟们，19.9一罐啊，170克，兄弟们，这一罐啊，这一罐这是19.9一罐，兄弟们啊，想买的话你们可以去拍一下，兄弟们啊，有鸭肉的，有牛肉的啊，有两个口味，兄弟们啊，你想拍哪个你就拍哪个啊，教老大吧，教老大呀，我老大你慢慢教，兄弟们，你看着啊，老大都摸不准啊，我教老大，兄弟们教老大啊，就咱这牛粒，兄弟们看到吗，这里头啊，这是鸭肉粒啊，还有牛肉粒啊，兄弟们，两种口味的啊，鸭肉和牛肉的啊，19.9一罐啊，宠物零食啊，宠物零食，兄弟们啊，你们可不要拍错了啊，别拿回去自己叭叭叭自己吃了啊，人不能吃，兄弟们啊，好，我叫老大啊，好，老大来瞅着多仔细，兄弟看着吧啊，老大看啊，在哪儿，老大，老大，哪个老大，哪个碗，哎呀，老大真聪明，老大真棒，哎呀，老大真棒啊！好，再来啊！哪个碗，老大？你能歇会儿不，老师啊？你别来起哄行不行？老大哪个碗？你看老大都比你聪明，你一天你傻了呵呢，老师啊！好了啊，老大看了吗？哎，在哪里呢，老大？哎呦，我的妈呀，真是啊！老四啊，真的越活越回旋，这孩子越活越回旋了。哎呀，四哥，你要不你就别吱声啊，要不你就告诉人家啊。你是误导他呢还是误导我呢，老师啊，是不是啊，四哥，你是误导他呢还是误导我呢，你能好好的吗，四哥啊，四哥，你真让老爷上火啊，我白相信你了，四哥，我这么相信你，四哥，你瞅瞅你，来，重来啊，老四，你猜在哪儿呢？这个在哪儿呢？老四啊，你猜对了，我就给你吃；你猜错，我就给他吃啊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，老四？啊，给你吃，好，老四，在哪儿，老四？啊，这个好，给你吃。四哥，你能不能猜错一把？四哥，好了啊，在哪儿呢，老四？啊，哪儿？这儿啊，这么老四，这家还不猜错了呢，你瞅瞅，
你说老师还不猜错了吗？兄弟们，你瞅瞅老师啊，老师啊，来再问你啊，老师，你猜错了给你吃，你猜对了给他吃，啊，看老师会不会啊？在哪儿，老师？哎呦我天哪，四哥你是真牛啊！我的妈呀，老师你再猜，在哪儿，老师？啊，我的妈，我以为你真聪明呢。哎呀我天哪，神了，一点不糊涂啊，啊神了呀这下子啊。你放碗里，我放碗里啊，这回兄弟们，这回放碗里啊，我放碗里，看老师知不知道啊？老四老眼昏花，他容易猜错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看着啊，老四看啊，老四，你看我这我，你看这，你看中间这个零食，我装在哪个碗里啊？在哪儿呢，老四？在哪儿呢？老四在哪儿摸一下子，在哪儿呢，老四？在哪儿呢？净扒虾，老四你净扒虾，你在哪儿呢，四哥在哪儿呢，再重新猜一下子，你咋这么能扒虾呢，老四啊，那我都明明我都没动他，老四，哎呀我的妈呀，四哥我都没动他，你怎么瞎，哎你咋给吃弄，老四啊，他不行，兄弟们看 seven 吗？你们想看 seven 吗？兄弟们想看 seven 吗？大家伙想买咱家这个鸭肉粒的啊，咱家有牛肉鸭肉粒啊，下方小购物车这个19.9一罐，兄弟们一罐是170克，老铁们一罐是170克啊，有需要的好朋友大家可以去拍的，兄弟们啊，这个啊宠物零食，兄弟们鸭肉粒啊，还有牛肉粒鸭肉粒啊，你们可以自己想买鸭肉粒你拍鸭肉粒，想买牛肉粒你买牛肉粒啊，兄弟们啊，想拍的话你们可以去拍的，兄弟们这个啊，下方小购物车19.9一罐啊，嗯，不需要什么，不需要你出手让观众惊呆了，不需要，因为没狗，好的好的，没事啊，兄弟们啊，就是有需要的好朋友拍，没有需要大家伙就不用拍了，好吗，啊，就瞎指呗，反正有吃的。但是兄弟们啊，你们没发现吗，兄弟们，我让老师好好猜，老师真会，我真的兄弟们，我认为让老师好好的给你们表演一下，兄弟们，我仅此表演一次了，兄弟们再也不表演了啊，老师指定会猜对啊，老铁们老师指定猜对啊，啊我兄弟们我考他5回，这么的我考他6回，兄弟们这6回如果都猜对的话，我奖励他一个元气弹吃，行不行，兄弟们啊，老师6回如果都猜对的话，我奖励他一个元气弹吃，可以的话你们打个可以，兄弟们来可不可以啊，可以吧啊，然后大家伙又想买咱这个截齿棒呢，第5个链接截齿棒9.9一罐，一罐35个，兄弟们啊，一罐35个，在第9个链接宠物零食截齿棒啊，专门给狗狗清洁牙齿的，第5个链接大家可以去拍啊，好嘞啊，老四老爷替你对你进行一个考核，老四啊，你猜对的话，老爷给你个元气弹吃。好，第一关，老四啊，好，看好了，四哥啊，我开始转了。在哪儿，老四？他妈的，好，狗屁不是，哎，给错了。关键时候真掉链子呀！关键时候真掉链子呀，兄弟们。啊，啥也不是啊！老师，你真是懵的呀！啊，我再给你一把机会，老师，我有点不甘心，兄弟们，我有点不甘心啊，有点不甘心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老师啊，老师，看好了啊，你是不是有点懵啊，孙子呀？要不你睡觉去吧？啊，我还没数数呢，这么的吧。等我数3的时候你们再吃，行不行，你瞅瞅
你瞅瞅你老四啊，你咋不按套路出牌呢？这是，你瞅瞅你四个，真的，你真太丢人了，你真太丢人了，老四，真的。唉，唉，这狗也不按套路出牌呀，真是服了。坐累了，坐着还累呀、啊，兄弟们啊！正四哥来，坐起来，老大来，马上坐起来，老大，来，这么着啊，我数到三的时候，你俩才能吃，啊，考验你俩时候，看你俩谁快啊！预备，一、二。他就知道哈，兄弟们，他知道，老四知道怎么回事儿，兄弟们，老大就在旁边看热闹。兄弟们，你就说老四刚才认真还不认真，兄弟们，老四刚才认不认真？啊？老四是说七四七四七，咋的？波音七四七，四还是七？啊，特别认真啊，老师老认真了，兄弟们，这个游戏啊，啊，四哥你好好给大家表演一把行吗？老师，老大不跟你抢，老大不跟你抢，你好好表演一把，老师啊，你猜一把，老师，你猜一把，老爷真给你圆一蛋吃，老大你往后点，老大，老师你给大家猜一把，老爷给你圆一蛋吃啊，你猜六把都猜对，老师啊，看好了，四哥看好了啊，一、二，好了啊，四哥看着啊。老师在哪个碗里头？好，好啊！老师再来第一把，第二把在哪个碗里头？好，第三把在哪个碗里头？好，第四把在哪个碗里头？不对，四哥，不对呀！操，这把不算了，不对，四哥不对，四哥在哪个碗里头？哎呦我的妈呀，老师你急死我了，在哪儿？老师你猜呀，老师在哪儿？我靠了，我的妈呀，不对呀，老师这儿呢啊，这是第四把啊，第五把在哪儿？老师啊，第六把在哪儿？老师牛，太牛了，太牛了，兄弟们，四哥太牛了啊，必须给老师讲个原因，但是六把都猜对了，兄弟们，四个六把都猜对了啊，太棒了，兄弟们，哎呀，四个太厉害了，我一定要给我四个大大的奖励，兄弟们啊，六把呀，兄弟们啊，老师都猜对了啊，多多少少的给我四个沾吧那么一点啊，沾吧那一点零食吃，兄弟们啊，可不可以，兄弟们，我四个可不可以啊，啊，太棒了啊，好，四哥啊，老给你整个元气弹啊！哎呀妈呀！哎，四哥，你慢点吃，四哥啊！啥味儿啊，老师？什么味儿啊，四哥？啊？你刚才吃的啥呀，老师？这么会儿功夫就没了啊，没了啊，老师你给我老爷你吃的啥，四哥你吃的啥，老师你给我老爷说你吃的啥，四哥你吃的啥，四哥啊，啥你吃啥，你扣我是不是，老师啊，你给我撒手啊，我操，我操！我干啥，四哥？我撒手！摁我是不是？四哥撒手！啊！
这家伙摁的，我的妈呀，这家伙扒拉的，自我脑瓜给我扒拉的，兄弟们，幸亏我有头发，没有头发高低起领子了头，啊，高低起领子了，哎，老大伤心了，兄弟们，伤不伤心的？咱直播间3000多人，大家伙竟然来这直播间不点亮，兄弟们，来我直播间竟然不点亮啊！大家伙能不能点点亮，兄弟们，能不能点点亮啊？感谢大家伙了，兄弟们啊！接下来呢，兄弟们，让人家老大进行才艺表演，行不行，兄弟们？我让人家老大进行才艺表演啊！啊，等一下子啊，老大，还是同样的，兄弟们啊，玩同样的那个游戏。让人家老大猜，兄弟们啊，俺家老大能猜着2把，他能猜对2把的话，我就给他原液弹吃，兄弟们，能猜对2把，我就给他原液弹吃，啊，来，好了，老大来啊，兄弟们，老大来，老四，你起来吧，老四，老爷太能演了，都没使劲儿。老三起来吧，老三去吧，歇着去吧，老三去吧，老大来，好，老四起来，哪能用你？这也不是你的专属位置啊，让老大猜啊。好了，兄弟们，看见老大的表演了啊，看完老大看 Simon， 兄弟们，看完老大看 Simon 啊。然后大家伙想买咱家结石棒了，兄弟们啊，咱们家结石棒在第5个链接，兄弟们，第5个链接啊。9.9元一罐，兄弟们，想拍的话，大家现在去拍单，专门是狗狗吃的结石棒，这一罐9.9元，一罐里都有35根，可以帮助狗狗清洁牙齿，兄弟们啊，去除口臭啊，减少牙，就是那个有助于减少狗狗牙齿上的牙渍，兄弟们啊，这个啊9.9元一罐啊，一罐35根啊，大家想拍可以去拍。好了，俺家老大的了啊。老四，你起来，四哥，你起来，你老四不带你，这会儿先不带你，啊，现在先不带你，老四你别吱声，老四你可以在这坐着，但是你不能插嘴，你不能插手，明白？老，好啊，不插手，你俩不许干仗，知道吗？啊，咋的呀？你俩是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的意思啊？啊？你俩是一好，哎呀，四哥说他也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啊！啊，插爪，好了，来，老大，放这俩零食啊！哎，姐弟同心呐。来，老大，你猜一把，你能猜对2把，我就给你原液弹吃。老大，好，老大，你猜在哪个碗里头？老大，在哪里？老大猜，在摸摸，老大摸摸，在哪个碗里头？啊，1把，好，1把猜对了啊，好，哎呀，老大真聪明啊。2把在哪儿呢？老大，2把，猜在哪儿？老大，猜在哪儿呢？老大，2把就2把，就2把机会，错了，老大再猜一把，在哪儿？老大在哪儿？在哪儿？老大在哪儿？他妈了个炮！老大在哪儿呢？老大在哪儿？快，老大你猜呀，在哪儿？老大，老大在哪个碗里头？在哪个碗里头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你咋这么梗呢？啊？你咋就这么梗呢，老大呀？你跟你真的，这心眼都长偏了，都长老四那儿去了。我的妈呀，老大一点心眼没有，老大你一点心眼没有啊？不用给我套近乎，不用给我套近乎啊！重新猜在哪碗里头？我生气了，老大，你猜对我就给你吃。在哪儿，老大？摸摸，在哪儿呢？兄弟们，这不是我不给他吃啊，这不是我不给他吃
老大在哪碗里头呢？在哪碗里啊？你好像是玩那个排除法呢，是不是老大？啊？你的意思这里没有呗？啊？在哪儿呢，老大？你再摸一摸，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啊，老大？你净扒瞎呀你呀、啊！老大，你这扒瞎跟谁学的？啊？他明显在这顶上放着，你说在老爷手里呢？啊？我手心手背都没有啊，老大呀，手心手背都没有啊！你瞅瞅这狗啊，兄弟们，你们瞅瞅这狗啊！啊？爱上你们家狗了，谢谢啊！老大似乎心不在焉，他没有老四有心眼。老大没有心眼，兄弟们，这个不是我不奖励他啊，不是我不奖励他，而是我真奖励不了兄弟们啊，因为老大现在是真，哎呀，啊，老大现在是真，哎呀，奖你两个牛肉粒吃吧，老大，老爷啥也不说了，奖你两个牛肉粒吃得了啊，行吧，现在不看见了，是吧？啊，啥也不是，问三文吧，兄弟们，问三文啊。问三文啊，想看三文的大家扣个一，兄弟们，想看三文大家扣个一啊！哎，继续呀、啊，求你了，把老大训的好好，给他奖励吃原鸡蛋呢。啊，你们想继续让兄弟们有没有想继续让老大来的啊？有没有想继续让老大来的？老大有点太可怜了，兄弟们，老大有点太可怜了。老大好像是，啊，我应该给他奖励，我应该奖励他，兄弟们，应该好好跟他讲，我跟他好好讲。我觉得我应该有点耐心，此时此刻我应该有点耐心，兄弟们，你们说我对，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，兄弟们？有点耐心就好了，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截止棒9.9，兄弟们啊，这一罐截止棒一大罐，兄弟们9.9包邮啊，兄弟们啊。现在正在讲解第一个链接，专门给狗狗洁齿清洁牙齿的啊，洁齿棒，兄弟们啊，洁齿磨牙棒啊。好了，我应该有点耐心，兄弟们，来，老大呀，老爷跟你说，老大啊，老爷说的是这个零食在这个碗里头放着，你想吃的这个啊。好了，你现在猜吧，在哪个碗里头，老大，在哪个碗里头，在哪里头，老大猜，在哪个碗里头，老大猜猜，老大在哪个碗里头，你猜呀。总共这两个碗在哪个碗里呢？哎呀，那个老大啊，老大，我把这个东西放这个碗里头啊，老大，你猜在哪个碗里头呢？啊，你猜，老大，在哪个碗里头？总共这两个碗，老大在哪个碗里呢？啊，在这个碗里头啊。好，老大，就在哪个碗里头？在哪儿？你是左撇子吧你？啊，你是左撇子呀？你真是没有老师聪明的老大呀！啊，你是不是左撇子？在哪碗里头，老大？啊？他有点左撇子，我感觉，兄弟们，啊，哎，老大有点左撇子，找不着方向。啊，别说孩子了，都是你没教。是吧？啊，不难为老大了，兄弟，不难为老大了啊！为老大整个原鸡蛋吃，为老大整个原鸡蛋吃啊！不难为你了，老大啊！哎呀，俺家老大呀，兄弟们。俺家老大毕竟啊，他不是靠脸吃饭的，兄弟们，不是，俺家老大毕竟他不是靠才艺吃饭的，老大是靠脸吃饭的，兄弟们，啊，感觉对的话，大家打个对，兄弟们，啊，老大不用靠才艺，靠脸就行了，老大好看，靠颜值吃饭，兄弟们，啊，老大看靠颜值吃饭，啊，好了。老大，你跟老爷握手吧，换，好，来，老四，来，老四，好，
老师，好，老师，我再给你看，好，再给你看，四哥被四哥发现了，啊，被我四哥发现了。几种口味的？什么呀？原一蛋呀？原一蛋几种口味？原一蛋总共是四种口味啊，兄弟们，原一蛋四种口味啊。咱原一蛋也有，兄弟们。原鸡蛋是9.95，兄弟们啊，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啊。原一蛋9.95，在第42个链接，兄弟们，9.95啊。然后买30个，兄弟们，30个啊，送30个送5个啊。买，30个送5个，买，啊，不对，买10个送5个，买30个送30个，兄弟们啊，原来是买30个送30个啊，买10个送5个，买20个送15个，买30个送30个啊，9.95，兄弟们，9.95，嗯。看 seven， 除螺剂好用吗？除螺剂好用啊，除螺剂是咱们家那个什么的，茉莉香型的啊，除螺剂在第7个链接，兄弟们，买除螺剂是买一瓶送一瓶，兄弟们啊。你们所看着的第7个链接，咱提的除臭剂啊，35.9买一送一啊，买一瓶送一瓶啊，35.9，也就是说35.9你能买到2瓶，我给你发2瓶，兄弟们啊。看三吧，兄弟们，看三吧啊。然后老大就告一段落了，今天啊，老大的确是没有老四聪明，兄弟们啊，大家伙有目共睹的啊，这是。好了，该看三了。谢谢大家伙儿啊！再问呢？再问你要出来呀？再问呢？啊？大宝贝儿啊！来，老大来，进来，老四来，看看三问来。老四，老大来，老四，老大进来。三个，三个，三个，站好了啊！看看三个啊，兄弟们啊，看看三个的表演啊，看三个会不会啊？好嘞，接下来给我们家三个做才艺表演，大家看好了啊！三个最棒的啊！啊，站好了，三个站好了，站好了不能动啊！好了，啊，两个碗啊，三个啊。行，我知道你想吃的了，你往后退，对，往后退，啊，总共2个碗，啊，好，总共2个碗，三碗，啊，好，三碗呢，我把肉干啊放在这里头，放好了啊，放这里头，啊，三碗看在这儿呢啊，然后你猜在哪个碗里头，三碗在哪个碗里头，啊，好，三碗，再猜。啊，在这儿，好，再猜，在这儿，再猜，哎，三位有点懵，三位你慢慢猜，慢慢猜，慢慢猜，啊，三位已经猜对了，三位已经猜对好几把了啊，好，再来再好啊，三位你好好猜啊，你那给吃了呢，三位，我转，转。转，在哪里？好，你猜，你好好猜的，你只能猜一个碗儿，这个碗里没有，我首先告诉你这里没有啊，你不用惦记这个碗里头啊，上来，再来一遍啊，在哪儿？好，别动，别动，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在哪儿？这里头没有，三问，你看看你怎么惦记这个碗里头？只能猜一个碗
碗饭吧，啊，只能掺一个碗。看到了，我这才能看到，兄弟们，我这回再来一个他看不着的啊！我放这个碗里头啊，三万，这个我放这个碗里头了啊，这个碗里现在没有了，看到吗？三万来，再来啊，来，在哪碗里？你有点太毛愣了，你怎么你毛毛愣愣的你？不是你能好好猜不猜吗？你咋这么毛愣的你？你慢点猜不行吗？你动作那么快干什么？你等会儿猜。我好像这个碗离得有点近啊。老三，看好了啊，在哪碗里呢？哎呀，三万没想到啊，你没有四哥聪明，你连我都是聪明的。三万，你重新，你慢点，三万，你慢点啊。三万，再给你把机会啊，我再给你把机会，你要不听话就不给你吃了啊。看好了，三万，在哪碗里头？好，你看看。哎呀，服了，着急。三万翻车了，翻车了，真的。三，你能好好猜不啊？哎呀，服了！能好好猜不？啊？你做完不玩这游戏了？不玩这游戏来，不玩游戏了。做好了，做。听话啊，三万。毛愣，他妈毛愣，知道吗？三爸问你啊。啊，兄弟们，接下来看一下三万查数吧啊，看一下三万查数啊。好，我给咱三万吃个截止棒行吗？啊，让三万查数吧啊。这个游戏说实话有点毛了啊，不知道他啊，三万。三万，你数一数你面前有几个磨牙棒，数一下子，咱数一数，数一数，啊，几个？啊，三个啊，三万，爸爸拿走一个啊，拿走一个啊，还有几个？小迷糊，你别叫了，行不行？三万，你手扒拉扒拉，有几个？扒拉扒拉，三万，查一查，啊。几个？啊，三个是吧？三万，拿走一个，还有几个？啊，两个啊，三万，还有几个？还有一个，啊，再拿走一个啊！你看看你，快坐好了，重来三王，你不能吃，我爸爸不拿你的东西，三王啊，爸爸不拿你的肉干啊，你好好猜一下吧啊，好好猜一下吧啊，三万看好了啊，三万你查一查有几个肉干，查一下子，查一下子，咱查一下，数一数，数一数，低头数一数，啊，几个？啊，三个啊，三万。爸爸再拿走一个啊，拿走一个肉干，好，现在有几个？啊，两个啊，三万，爸爸再拿走一个，哎，你看，吐，吐，吐了，吐，低头吐，吐，吐了，我，你看看你，我不拿你的了，我最后这个肯定给你吃。
坐好了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坐好了。三爸问你，这是几个？几个？一个。这是几个？几个是吧？几个？好，两个哈，三。这是几个？这几个？查一查他，查一查几个？查一查，几个呢？哎呀，小点声，几个？你查一查几个呢？查一查，几个？你坐好了，坐好了，不许叫我啊！没玩这游戏，没少玩这游戏，总叫我，这游戏总叫我，没少玩给你们啊！太坏了，太坏了，太坏了！别伤了，太坏了啊！好了，兄弟们，来看小迷糊的，看小迷糊会不会我兄弟们啊？待会儿有没有想看小迷糊的？兄弟们有没有想看小迷糊的啊？奖励完了，兄弟们啊，我给奖励完了啊！咱直播间的好朋友们，如果又想买元气蛋的好朋友们啊，元气蛋9.95啊，元气蛋9.95，有需要元气蛋的话，大家可以去拍一单啊，9.9能买5个元气蛋，兄弟们啊！好看小迷糊，三来，三，那你进来。我们坐半天了，这小牛坐好了，小牛坐好了，小牛坐坐半天了啊，也不知道在叫啥呢。三，你不许告诉他啊啊！兄弟们，我问一下小牛啊，好吧？哎呀，坐那牛，坐好了，坐坐坐。小明啊，你猜一下，这肉块在哪个碗里的？小明啊，小明在哪个碗里？摸，小明，摸在哪个碗里？小明啊，摸，在哪个碗里？小明啊，摸。三，起来，坐好了，你坐好。小明啊，在哪个碗里的？小明啊，在哪里？三，你别。你要就别吱声噻，我罚你可愿意多管闲事儿了你。哎，三爷真让人上火。三爷，你要好好猜，我给你个小名，我给你。三爷叫大孙子呢。坐好了。坐好了，小明我来，好啊，小明啊，你好好猜，小明啊，在哪个碗里？小明啊，三文，你能好好猜不？啊，在哪个碗里的？在哪里的？有吗？三文，你净扒瞎！我发现三文，你现在越活越回去，越来越回去了。三文，你好好给他三文，他在哪碗里呢？在哪碗里呢？在哪碗里呢？呀！在哪里？啊，小明猜对了啊！小明啊，等会儿小明啊，来给你肉干吃。好，你坐好了，小明坐好了，小明也坐好了。你坐下，小明，我发现你真坐不住啊！三爷在哪碗里头？三爷，啊？
你别瞎摸塞吧，你好好摸不行吗？你以前都会的玩意儿，在哪个玩里头？在哪个？好，在哪个？在哪个玩里头？在哪个玩里头？好，再猜一遍，在哪个玩里头？你慢点猜，不许动。好，不许动。在哪里头？不许动。在哪里头？拿着，拉倒吧！我给你小牛吃吧，真是。哎呀，这游戏不能玩时间太长，玩时间太长都废。哎，玩时间长都废呀。这游戏啊，有点砸场子。咱们这游戏玩有点砸场子，起来吧，不跟你玩了，咱们去吧。你没有老师听话，咱们现在啊，没有老师听话。他没有老师听话。唉，咬人吗？不咬人，狗不咬人，咱狗不咬人啊。好了，欢迎大家伙啊！猜对一次奖励一次彩蛋，是吗？啊，我想让他连续猜对好几次啊！我只是想让人家 Seven 连续猜对好几次 ，Seven 能猜的，知道不？啊 ，Seven 能猜对的，我就不知道 Seven 最近为什么啊，他不愿意玩还是咋的？欢迎大家啊，来出来吧，出来吧，啊，给小石头一个奖励。哎，俺这小石头在里边趴半天了，小石头不会选兄弟们啊，我给小石头整个元气蛋吃啊，我给我们家小石头整个元气蛋吃啊。啊，好宝。好宝啊，住你楼房没有邻居举报吗？没有，没有举报啊，因为俺们家邻居啊都是好邻居，兄弟们，我们家住的邻居都是好邻居啊，没有举报我们的。哎，你们感觉我天天晚上直播扰民呢啊，兄弟们，你们感觉我直播扰民呢？我可不这么感觉啊。咱家狗粮是149一袋，兄弟们啊，一袋狗粮20斤，149一袋啊。52链接沐浴露去除狗臭吗？当然了，52链接在这扔沐浴露，兄弟们啊，持久留香，除臭去污，抑菌止痒，知道吧？咱家那个沐浴露是专门给狗狗用的啊，专门给狗狗用的，除臭去污，抑菌止痒啊。小石榴的头上怎么弄的？小石榴头上谁都没怎么弄，兄弟们，他天生他就长这样啊，兄弟们，小石榴头啊天生长这样式的，他头上这个毛就这样式的，梳也梳不开，他的毛已经很短了，兄弟们知道吗？啊，
你有多好，你看他头上，你看兄弟们，小石榴头上啊特别绒，知道吧，而且还有白头发，兄弟们，他头上这个毛的不是特别，你看兄弟们，他毛发白，身上毛发就是身上是棕色的，头是有点发白的颜色。三号链接狗粮太多了，我家不知道会不会喜欢吃。你可以联系咱家客服啊，你买成斤的啊，可以联系咱家客服买成斤的，好吧。联系客服就可以了啊，买成斤的就可以，兄弟们啊。第三个链接149一袋，兄弟们啊，真老实，不纯，它毛一点都不好，兄弟们。小石头从小这样式的，头上毛一点都不好，啊，我也整不了，只能说小石头每次修毛的话，兄弟们，小石头每次修毛的话，只能说啊，往短了剪，它的毛稍微一长就不好看，知道吧？稍微一长就不好看了。你才不纯呢，我肯定不纯呢，兄弟们，我是混血的啊，我是串儿啊，我的妈妈是东北人，我的爸爸是河南人啊，我肯定不纯呢，本身就是个串儿啊。给老大吃一个吧，老大吃过了，三人没吃过，三没吃过，我也不给三文吃，三文现在飘了，三文现在飘了，你不行，你飘了三文啊。不那么起劲儿的，三文现在也不那么起劲儿了，三文你怎么的了呢，三文你怎么不那么起劲儿的呢，三文啊，那么不许叫唤，三文你怎么不愿意玩了呢，坐好了三文，来坐好了，三文坐好了，做好了，咱们。我应该多锻炼锻炼我家 Seven 的智商啊，兄弟们！感谢花儿姐姐啊，谢花儿。Seven 做好了，我应该多锻炼锻炼我家 Seven 的智商啊！哎呦我靠！兄弟们，你们看着了吗 ？Seven 刚才跳起来，你们谁看着了？兄弟们，你们刚才谁看着了 ？Seven 跳起来了？啊？啊？看到三文起飞了，三文刚才抓着一只苍蝇，兄弟们，三文刚才抓着一只苍蝇啊，我看在监控里能不能看着他，三文聪明，兄弟们，三文脑瓜的绝对不一般啊，头脑绝对不一般。一下飞起来了，三文刚才抓一只苍蝇，干到六万只，支持主播正能量。小迷糊，你怎么又偷吃东西了呢？你干啥呢？我看看来。小迷糊，你说你这个嘴呀，你嘴有这么大吗？啊？你能吃下去吗，小迷糊？你怎么啥都吃呢？小迷糊，你有点贪了，你有点贪了，贪得无厌，小迷糊。啊，你给我出来，来，
老爷看看你，我看我看你有多大的嘴，老四，小熊来，我看你有多大的嘴，啊？哎呀，我的妈，这是多大的一个嘴呀，自己，小明啊，你这是要干啥呀，小明啊？啊？你属蛇的呀，小明，你属蛇的呀，啊？你能吃进去也行，你能吃进去吗，小明啊？啊？吐了，来，吐了，咬坏了，小明，来，咬坏了。把瓶儿给我，小明，来。哎呀，小迷糊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，兄弟们？什么什么蛇吞象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是不是啊？啥都能吃啊，老四，小迷糊，你真是啊，你真是不知足啊！那能吃进去吗，小迷糊啊？不满足啊？啊，有点吃的就行呗。是不是有吃的就行呗，净偷东西，小明净偷东西，我跟你说，说明这个太好吃了。你偷东西啊，小明，你偷东西，老爷不喜欢你了，知道吗，小明啊，老爷都不喜欢你啊，你应该好好的，小明，知道吗，不能这样式的啊，这东西再好吃，你让你爸爸给你买呀，小明哥，你让爸爸给你买呀，你爸爸呢，你跟你爸说呀，小明哥，这个东西才9.9一罐，这9.9这么多，让老四给你买呀，啊，在第5个链接，小明哥，你跟爸爸说，你说爸爸，我想吃这个结齿棒啊，你跟你爸说，在第5个链接呢，让你爸给你买，老爷子就给你了，老四，你就给不给他，给不给儿子吃，老四给不给儿子吃，这么便宜，老四9.9你不舍得给你儿子买，老四啊，不给他，不给吃，老爷欺负老四没文化，我不但要欺负老四没文化，我还要欺负小迷糊没文化啊，我还要欺负我家小迷糊没文化，迷糊精得很呢，出来吧，小迷糊，来，出来溜一溜，小迷糊，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俺家这个小迷糊，他一旦把好吃的吃进肚里了，他不带往外吐的，我跟你说，他一旦把好吃的吃进肚里了啊，你想能指望小明能吐出来，那基本是不可能，兄弟们，他不可能把好吃的给你吐出来，关禁闭吧，小明，省得你偷吃啊，我都不想惯着你了，小明，脆枣呢，脆枣没挂吗，脆枣好长时间不卖了，是不是啊，脆枣想不想吃饭，小明，想吃饭你出来，来，小明从小没教好，三月有钱吗，三有啥钱呢，三没有，三你有钱吗，给你大孙买一罐，三万9.9一罐，舍不舍得再给他，三万这么的，三万，哎，兄弟们，你说三万能把零食让给小狗吃吗，兄弟们，你说三万能把肉干让给别的小狗吃吗，啊，明天我找你家客服，怎么了，魔玄庭，我家客服魔玄庭，你才没文化，我买，我寻思你说我家客服没有文化呢，
三文的眼睛太有才了，太有灵气了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，三文，来，过来，来。老爷粉丝咋还不到600万基人？老爷粉丝还不到600万基人。哎呀，现在粉丝不好涨啊，现在粉丝不好涨。不会呀、啊，你们说不会是不是、啊，兄弟们啊？我给你们试一下子，看我家三文会不会把零食让给其他的狗宝宝，兄弟们啊，让给其他的孩子啊，兄弟们。我让几个狗坐在那趴着，我让你家三文给他们分零食，你看三文能不能给他们分？好吧，我给他们一人整个碗儿啊，让三文给他们分零食。好。过来啊，过来，来，大伙儿一块分，看三元能不能给他们分，兄弟们啊！来，展示俺家三元的才艺的时候到了，兄弟们啊！小明出来，小明来，小明出来，来，好，老四坐，老四，老四，老四坐，趴着，老四来，老四趴着，趴着，老大趴着，老四趴下啊！老大趴下，小迷糊趴下来，小迷糊，石头，石头趴下来，石头趴下，石头趴，小石头，小迷糊趴，小石头趴啊，不许动，你们几个都不能动啊，你们几个都不许动啊，看俺家三文的才艺，兄弟们啊，俺家三文现在开始给大家伙展示才艺了啊，好嘞，不许动，你们不许动啊。小迷糊分个盆儿，不许动，坐好了。小迷糊，你坐好了，趴下啊！一人分个盆儿啊，一人分个盆儿，不许动，谁都不许动啊！来，再问呢，小迷糊先不许吃啊，让三元给他们分零食，兄弟们，好，你看人家三元能不能分明白啊？三文呢？三文坐来，三文来啊！三文你坐下，三文坐好了，坐好了。三文呢？爸爸给你个零食啊，你给他们几个分，你喜欢谁你就给谁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啊！你听话，三文啊！三文，你就给他们几个分一个去，放盆里给他们。喜欢谁？放里吧，放三文，放盆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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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文放里头，放你们几个听话。别抢，你们几个听话，你们一抢他就不放了，知道吗？证明你们太贪了，知道不知道？石榴，不许动，别抢啊！你抢他就不放了。啊，三文，你去给他们分一个去，去放盆里上去，给他们看喜欢谁放谁盆里。小迷糊真不愿意带你，小迷糊，坐好了趴着吃。你看你不能抢，你一抢三文都不愿意放了。三，你给石榴一个去，给石榴一个，三去，三，你就给石榴一个去，给石榴一个，给儿子一个，给儿子一个吧，给儿子一个，给儿子一个。哎，好啊，好，吐，哎，好，给儿子一个啊，好了，给儿子三过来，来，三过来，来。小迷糊，你爹还得咬你，你看着吧，你爹一会儿得咬你。你们几个坐好了。小迷糊，你可不老实了，小迷糊，我这一天这么淘呢，我发现你。先过来，来。三，给小石榴分一个，去给石榴分一个，给石榴，石榴，三石榴，石榴，给石榴，给儿媳妇，儿媳妇，哎，对，那边儿媳妇那边。哎，你可稀罕这个小迷糊了，我可讨厌这个小迷糊了。三，给你儿媳妇一个，那姐那边那，姐那边那个儿媳妇，那个儿媳妇，她。三万，你说你吃了你也不给她呀？
石榴做好了，给你儿媳妇一个，给他一个，给石榴给他一个，给石榴一个，放这里。好，能不能别跟妈妈抢东西吃，小明花？啊，吐了！你这孩子怎么总愿跟妈妈抢东西吃呢？你回去吧，你回去吧，我可他妈烦你了，现在，小明花，总跟别的狗抢东西吃。那别的狗都吃不着，老四他也抢，小石头他也。好不容易给小石头吃一个零食，让小迷糊抢走了。重来，重来，咱们就重新分，咱就好好玩，不带小迷糊。一点不按套路出牌，一点不孝顺，这孩子。啊，孩子不孝顺，兄弟们啊，该开刀得开刀，知道吗？好了好了，三万，好，三万来啊，三万呢？你给儿媳妇一个三万去，给儿媳妇一个去，那边那个，那边那个，那边儿三万。你看，又给姑娘一个，三万，再给吐一个，吐，咱吐了吐吐，给吐吐吐，该给谁？咱好了，过来吧，咱过来，放盆里，咱给他放盆里，放盆里，吐吧吐吧，好宝好宝，咱过来啊，好了，咱过来，来，你看你过来，来过来，给石榴一个，去给石榴一个，咱给石榴一个，石榴石榴，啊，这给你奖励，这给你的奖励，三万啊，嗯。三万，你给小石榴一个行不行？去给小石榴一个，石榴这儿给他一个三万。哎，好，吐吐，给他一个三万，吐。三万，你给他一个呗，我发现你就不愿意给他呢。你给人小石榴一个三万，你说你这孩子。哎呀，真上火呀！我都着急，兄弟，我都着急呀！我跟你说，你再骗我就不给你了啊！去给石榴一个，去给石榴一个，三万，给石榴一个，吐吐，给石榴一个吐。小石榴到现在一个没吃着呢，老四也吃了，老大也吃了，就小石榴没吃着呢。我给小石榴一个，起来。总是针对这个小石榴都。叫的啊！他妈有病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不行了，兄弟们，不行了。给小石头一个，起来！你们几个起来，不给你吃，给小石头吃。你们几个都吃好几根了，石头才一根没吃着。你们几个没有一个听我的，不听我的话都。咋的？你就自己打算自己偷啊？小迷糊，老爷不给你就自己偷啊？啊？我就放着，你敢拿你试试？小迷糊，来，你敢拿一个你试试？我就知道你不敢拿，哼，我就知道老小迷糊不敢拿。
坐好了，坐好了，你们都坐好了。我看你敢吃，小明，我看你敢吃。不要。不听我的，不怕我，兄弟们，小明不怕我，知道吗？哎呀，真的，这狗需要一个怕的人，知道吗？它不怕我，白费，我咋整都白费，它就是抢，就是偷吃，知道吗？就是不敢。你谁也不许吃啊，小明哥，坐好了，小明哥，坐好了。小明坐好了，不许吃啊！不许用手扒拉！浩宇哥，你再用手扒拉，你看我打你不？哎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跟我小明花，你跟我俩玩呢啊？斗智斗勇是不是啊，小明花啊？你看看，跟我俩斗智斗勇，他怕我吗？兄弟们，你看着啊，不许动！你敢打我试试？你敢吃我的东西试试？你敢吃？你敢打我？你敢吃试试你？啊！你敢吃试试？出了，他不怕我，你看着吗，兄弟们，你看我都拍桌子了，他都不怕我，你瞅瞅，啊，呀，咬我，闭嘴，没人能治疗你了，是不是小明花？啊？老人是不是惯着你了？是不是惯着你？臭毛病是不是？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狗，兄弟们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狗。我不惯着他，他也不惯着我。小明，我不惯他，他也不惯着我。哎，气人呐，兄弟们，说实话，叫狗无方，兄弟们。三爸爸叫狗无方啊，气人呐！下播揍他，无能，我无能。哎呀，我说实话，我也知道我无能，兄弟们，我都不知道我这帮狗我是咋教的。哎，大伙儿想买结石棒呢啊？这一罐结石棒9.9，感谢灵宝宝，欢迎灵宝宝来咱直播间啊！欢迎灵宝宝，爱吃灵宝宝爱吃辣，谢谢啊，谢谢姐姐啊！河南省信阳市的，这不烙翔吗？这河南的烙翔啊，欢迎河南烙翔啊，欢迎啊，下巴揍他，小迷糊听不清了，小迷糊现在都引起公愤了，知道吗？都让我下巴揍你，太巴了啊，太巴了。闭嘴！闭嘴！骂谁呢？你骂谁呢？你再骂我一句，你试试，以后扇你！咋的？说什么？不带骂带骂字的啊！你骂我骂我，哎呦我操，咬我是不是？你看咬我试试。不带骂人的啊！你骂谁？再骂我一句，你再骂我一句啊！
再骂我一句你试试，不给吃就不给吃，爱谁谁爱谁谁，起来往退往退往退，骂我啊，我操，忍，嗯，塞文，你看看你塞文，啊，塞文，你是不是不听听话了，塞文啊，我给你关起来，塞文。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我不偏向小迷糊，我也不偏向三毛啊。刚才三毛既然犯错，我就给他关起来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他刚才犯错，我就给他关起来，兄弟们。小迷糊过来，来，小迷糊过来，放过来，来，小迷糊来，坐上，小迷糊来。小迷糊，老爷教你怎么忍。啊，你的孩子得学会忍，年轻狗不要太气盛啊！小明，你太年轻了，小明啊，来，上来，小明啊，年轻狗不要太气盛啊，忍住，不能吃，忍住，忍，对，忍，忍。忍，忍，忍，忍住，忍，忍，啊，忍啊，小明花，不能吃，好，忍住了，不给淌哈喇子啊，小明花。对，这样才对了，这就对了，小明啊，好，小明啊，忍住了，给来给你奖励，这算忍住了，兄弟们啊，抢了啤酒刷给你，谢谢谢谢大家伙啊，想买咱家这个截止棒的兄弟们啊，截止棒9.9元一罐啊，9.9元一罐，还有15单，兄弟们。还有15单啊，就想拍的话大家去拍的啊，9.9元一罐啊啊，聪明小明啊，长进就进步了啊，好了，嗯，好，忍，哎，揍你屁股不啊，看我揍你屁股不啊，看我揍你屁股不，哎呀妈呀，一点不好使，哎，那是一点不好使，小明啊，哎，上房揭瓦是不是啊，你是不是过分了，小明花，上房揭瓦是不是？嘚瑟，记吃不记打呀，不行，兄弟们，不行啊，真是记吃不记打呀。完了啊，好了，行啊，这么惯的狗还能有好？哎呀，兄弟们呐，每个人教育狗狗的方式不同啊，可能我真是有点惯着咱家狗了，但是没办法，兄弟们。哎呀，我真不想惯着他，但是我这人叫心软，我这人心软，兄弟们，哎呀，不惯着不行啊，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把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。还有酸辣粉吗？没有酸辣粉，我给他们倒点，倒点狗粮啊，倒点狗粮吃啊，该吃饭了，光玩了，兄弟们，光玩了，没吃饭呢，啊，晚上还没吃呢，好了。
疯玩去。好，捡点掉饲粒，掉了饲粒捡起来。哎，好，咱狗粮是149一袋，兄弟们啊，咱的狗始终都在吃这款狗粮，149一袋啊。拖鞋一口一块的，什么意思啊？拖鞋一口一块的，我想看看训练老四结果怎么样。训练老四哥呀，好吃吧，好好吃啊，好好吃，三毛啊，我给你们拌点罐头吧，行不行？想不想吃罐头？给你拌点罐头来，等会儿呢啊！这罐头小牛拆坏的，又小牛咬坏的，你瞅瞅。我跟你说，咱这罐头都是让小牛咬坏的。小牛以为它牙挺尖呢，小牛以为它能吃到罐头呢。啊！你说说你这孩子小牛，你真听话，你真是老爷的好宝贝儿啊，小牛，你这是你老爷的好宝贝儿啊！啊，说啥也不好使啊。怎么学的怎么样呢，小迷糊呀，这辈子居然废了。我给你们倒点罐头啊，啊，咱这个罐头是牛肉的，兄弟们啊，这全是肉泥啊，这个不是蔬菜的，咱们拌一拌，给他们分盆吧。你说小牛这性格，兄弟们，小牛这性格真不好改吗？啊！整个底下全都是。小牛的性格真不好改吗？啊！哎呀，我不随老四了，都是我惯的。哎，兄弟们，你说你就别说我家狗是惯着的了，兄弟们，谁家狗不惯？老铁们，你说现在吧，养狗就跟养孩子一样，大伙承不承认？兄弟们，养狗跟养孩子一样，谁家狗不惯着，那我不惯着，你们不也惯着吗？兄弟们，那自己家狗狗你舍得打吗？啊，他也没有什么致命性的错误，兄弟们，也没咬人，我真的我于心不忍呢，兄弟们，你打他干啥呀？咱自己家的狗真的不打。你看我这狗多啊，不听话我也不能说揍他呀，你再说你揍他他也不知道啥意思呀，兄弟们，说实话老铁们啊，我跟你们说，就是我们家狗吧，小迷糊，在我直播当中他不听话，说实话我真想揍他，真想儿子，但是我一下播的时候就不想揍了。你这老四，你瞅我，你老四往上白了我，兄弟们你看着吗？老四冲上白了我呢，意思是老爷你要揍我呀？你看着吗，兄弟们？看着老四了吗？啊？老四坐，老四哥坐，老四哥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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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哥坐，坐，四哥坐好了，四哥坐，坐，四哥坐，坐。四哥白了我呢。啊，找你们几个不听话啊，你们不几个不听话以后我就揍你们啊。四哥智商在线啊，狗不是打出来的，是训出来的。他们几个都乖啊，有想买罐头的好朋友们啊，罐头19.8，19.8三罐罐头啊，就是我给我家狗吃这个罐头，兄弟们。啊，我给我家狗吃这罐头，19.8三罐啊，牛肉罐头，鸡肉罐头，牛肉蔬菜的，还有鸡肉蔬菜的啊，总共是五种口味，咱们家随机发，兄弟们，五种口味随机发。呀，感谢轩里公主啊，谢谢，啊，谢谢姐姐送来的礼物。啊，感谢三号麦的姐姐送来的高跟鞋，啊，谢谢姐姐。来，你媳妇呢？我媳妇在医院陪俺家姑娘呢，姑娘到现在没出院呢。哎，姑娘住一个星期了，都住一个星期医院了，啊，
谢谢啊，谢谢三号麦的啊，哥哥，哎呀，哥你长得太秀气了，哥，哥实在是抱歉，哥啊，你长得太秀气了，实在是抱歉啊。起来，我给你们分盆吧，啊，别扯了，我给你们分盆吃啊，别打仗，啊。啊，兄弟姐妹们，大家伙儿又想买狗粮的啊，狗粮149一袋，狗粮149一袋，在下方小购物车第三个链接啊，兄弟们啊，149啊，哥哥姐姐仨屏幕清楚，这哥哥长得太秀气太帅了啊，实在是没分清楚，没看清，对不住了，啊！哎，分盆儿，小石头吃这一点就够，小石头吃这一点就够，真的。三宝过来，三宝我退，好，狗粮149一袋，兄弟们啊，狗粮在第三个链接，兄弟们149一袋10公斤啊，老铁们，咱家狗粮一袋10公斤，20斤的狗粮149，有需要的，有想买的，大家可以直接拍，啊，自己买就行。哎，给三文吃蛋，我刚才给三文吃蛋了吗，兄弟们？啊，刚才他们几个展示才艺的时候啊，我给咱三文吃蛋了。好好吃啊，好好吃，啊，没给吗？没给的话，一会儿再给吧，行不行，兄弟们？现在三文吃饭呢，你给三文拿蛋的话，三文就不吃了，知道吧？右旋怎么卖？右旋没有右旋。我给三文拿蛋的话，三文就不吃，不好好吃饭了。啊，他光寻思那个蛋了。对，他光研究那个蛋了，知道吧？我等会儿给他吃，等会儿赶上三文吃完饭我再给他吃啊，也行啊，是不是？兄弟们，待会儿别着急啊。哎，俩泰迪，感谢宣礼公主，兄弟们，关是宣礼公主哥哥呀，兄弟们，这个哥哥他这个名字呀，叫的我的确是心里有点麻，兄弟们，这个公主，啊，感谢哥哥啊，哥哥的在哥哥心里的小公主应该叫姐姐，到底是哥哥还是啊姐姐，啊，兄弟们姐姐，他这头像怎么这么秀气呢？啊。姐姐，谢姐啊，谢姐，说错，什么呀？人家本身就是女的，哎呀，宣礼小公主啊，谢谢啊。头像，人家是姐姐，抱歉啊，抱歉，我关注一下子吧，啊，以表诚意，兄弟们，以表诚意啊，实在是对不起。关注一下，介绍一下罐头呗。我刚进来，咱那罐头是19.8，兄弟们，19.8三罐罐头啊。咱家这个罐头就这样式的，兄弟们，19.8三罐。咱那我现在这个罐头是鸡肉味的，兄弟们，咱这有鸡肉的啊，有兔肉的啊，还有牛肉的，牛肉蔬菜的，还有鸡肉蔬菜的，兄弟们啊。咱家是这一罐罐头是多少克呢？一罐罐头是375克，兄弟们啊。而且呢，咱家这个罐头，他们的公司是中崇股份，啊，中崇股份是上市公司，兄弟们，股票代码在这儿呢啊。本产品符合宠物饲料卫生规定，看到吗，兄弟们？啊，扫一扫，了解更多啊，兄弟们，保质期24个月，兄弟们啊，咱家这个生产日期给你们看一下子啊，2020年，哎，二零二一年1月份的啊，
2020年4月份的，生产日期是24个月，兄弟们啊，就是还有的是新日期，有的是旧日期啊，但是呢，最少保质期还有一年，兄弟们，咱这个罐头最少保质期还有一年啊，三罐罐头19.8，兄弟们啊，你看这会儿有2020年4月份的。2021年1月2号有新日期有旧日期的，可能是咱家有上一回的库存啊，老铁们，但是没关系啊，保质期肯定时间都够，大家伙给榜一咱家这个姐姐点点关注，谢谢咱榜一姐姐，兄弟们，谢谢榜一的姐姐啊，谢谢姐。嗯，哎呀，你瞅你们几个吃这玩意儿吃的，你瞅你们几个吃这玩意儿吃的，过期都没事儿。狗不怕过期，没过期，怎么可能过期呢？兄弟们，还有一年呢，你算算呗。现在4月份，兄弟们，现在4月份，就算，兄弟们，38给你发了这个了啊。2020年4月10号，咱家这个保质期是2024个月，也就是到明年的4月10号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到明年的4月10号。三罐罐头，你吃不到明年的4月10号吗，兄弟们？对不对？用不了一个月就吃光了。嗯，感谢大家伙啊！截止棒也没有了。四哥呀！你困不困呢，四哥？四哥，狗不能吃吗？罐头我没吃过，给狗狗吃的啊。这个罐头是给狗狗吃的，6罐35。哎，19.8，19.8。是三罐啊，19.8三罐，现在只有这一个链接，19.8三罐，六罐没有35啊，六罐不是35，兄弟们，老四好，老四，我不管，我也挺好吃的，一直都在做姿，四哥一直都在做姿，四哥喜欢这个做姿。吃完了吗？吃完下播了，兄弟们，吃完下播了我就遛狗去了。小迷糊，你看你在这干啥呢？小迷糊，你咋这么多故事呢？啊？你咋这么多故事呢？啊？你爬那么高干啥呀？啊！我家狗也是守着零食不走不动。行了。你要干啥？你想吃这个呀？太他妈馋了！这小明真馋，兄弟们，说实话，这小明真馋，整不了。哎呀，这孩子我真整不了。哎，你看看，你看，又偷东西，你又偷东西。这家伙现在明目张胆的偷，兄弟们，小明现在明目张胆的偷。你看，啥东西都往锅里头拿，啥玩意儿都往锅里头拿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真是，你让你姥爷省点心吧，行不行，小明啊？啊！
拿来。你走，你这脾气，你这脾气啊，真的。那吃，妈的，把我吃坏肚子了，小明啊。操你，别的，我吐了。哥，你吃坏肚子了，小明非得吃坏肚子，拉稀不可，穿稀，你天天的，啊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，啥也不是，哎，咱家呀，兄弟们，就适合把东西全部都堆在这点上，全都堆在这点上，这点上一点东西都不能放，咱一点的东西都不能放，都得让小明给你偷吃了，你说气不气人吗，兄弟们？啊，你说气不气人吗你？没吃了吧？没吃了，今天来，小明出来，来，唉，又研究啥呢？你又研究啥呢，小明啊？啊？你回家就回去，你回去来，你回去。你回去呢，别研究了，别研究了，去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，回家。回家去，去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别研究了，行了，回家，回家，进去。你说你那个家，你说那个破烂那个家，你说你那个破家，回去，去，回去，回，回去，去。好了，你不适合在，你回家好好反省吧，小明，行不行？快点，快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来，站你在外面，你好听话，你在外面听话啊，不许偷东西吃，小明啊。也不知道谁招你呢，哎呀，这家伙真的，打小就不听话。哎呀，小明，我不知道鸡宝吃多了限制，然后我早削他了，不听话呀，咋整吧？你说小明我管皮了，我感觉小明应该是管皮了，兄弟们，因为他一直都不听话，一直都我管，我管他的不高兴，我也管他不高兴，你不管他吧，哎呀，真不行，哎，管皮了。管也不听你，小明欠揍啊，打太少了。哎，行了，兄弟们啊，那咱们家今天直播就到这儿了啊，咱家直播今天到这儿了，我去遛狗去了，一点了，兄弟们啊，也不早了啊，老铁们也不早了啊，然后今天直播就到这儿了，明天见吧，兄弟们，好吧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兄弟姐妹们啊，输光一辈子的。这样会输光一辈子的。嗯，好了，兄弟们啊，拜拜拜拜，感谢咱们家宣礼公主啊，谢谢宣礼公主姐姐啊，感谢宣礼公主姐姐成为咱家今天至高无上的榜一，感谢天天快乐姐姐还有清爽姐姐啊，兄弟们谢谢大家了啊，感谢大家每天晚上如约而至。感谢大家每天晚上喜欢看我们的直播，兄弟们，啊，感谢每天晚上来咱直播间看咱们家的这帮小朋友们，兄弟们，啊，谢谢大家，兄弟们，谢谢，啊，拜拜了，兄弟们，明天见，啊，老铁们，咱们明天见，嗯，好嘞，兄弟们，晚安，一点了，晚安。好好吃，快吃，吃完了走了，快吃，咱们快吃，好吃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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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好好好好，孩子，拜拜，兄弟们，拜拜，啊。